最近做任何事情都很快，说话很快，然后看书很快，看电视的时候两倍速观看，连吃饭都很快，恨不得一口就吃掉。萌妹子沈月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儿，不慌不忙给自己准备一顿元气午餐。太少了，因为菜都很难放，我感觉我每天都在吃快要坏掉的菜，我每天在跟时间赛跑，我觉得这些菜都快坏了。你看这个胡萝卜就是快坏掉的胡萝卜，萝卜怎么切丝啊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可是我觉得胡萝卜鸡蛋应该要切丝才能好吃。切丝怎么切啊？切成片吗？